三马直击大情侣啊 ！XO 细分，他由池边调情，超好做电灯胆，好 sweet 啊，好 sweet 啊！发现咗平时好难放到假嘅 XO， 中国成员他由咧就跟同队密友咧细分咧喺海南岛三马度假，都替佢哋开心啊！即使有电灯胆 XO 同埋另外两个内地嘅少女同游啊，都影响唔到他由同细分嘅兴奋心情。中秋节期间，我哋 face 咧就喺海南岛三马目击他由同埋细分喺佢哋入住嘅亚龙湾瑞吉度假酒店嘅泳池旁，一边饮嘢就一边谈心。当日两人咧带住一对咧名牌嘅情侣手镯，其实当时 XO 另一队友 Suho 咧都喺现场嘅，可惜一直咧都俾人冷落咗咯。不过 Tao 咧就好鬼醒目，未免 Suho 觉得闷咧，今次三马之旅咧专程安排咗两名国产艳女招呼佢哋。两名艳女咧跟住三条仔咧入住咗酒店嘅别墅，仲同埋佢哋出海同阳光玩游戏添啊！又陪住佢哋去三马市中心里面食东北菜。不过呢两名艳女都非常之醒目，懂得配合 XO 前后脚走入餐厅，全程有美相伴。Suho 啊，当然唔会问啦。上星期三完成咗四日三夜海南之旅之后，尽兴而回嘅 XO 三子即刻赶去机场，走入贵宾室里面同阳光海滩讲拜拜。